今天我又来了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扎紧那条皮带，那条皮带呢，就是我利用一种就是牛皮。以前有一个老板，经典老板告诉我，我告诉他，哎，你为什么拿几个那种肉啊，来沾点水，擦一擦，他告诉我，可以令到那个肉。比较亮，那些是牛皮，所以我为什么用皮带代表你很容易记得，就是用条皮带，他说沾点水在这里拿住，我不方便拖出来，因为带钱了，咁在这里，你擦，塞一点水，擦，它就很亮，真的很像刚刚买打磨出来的。OK， 拜拜。